兄弟，小伟，小伟，来，快看。小伟，不是我，我看你啊，不是我的。What the f***? 小伟 ，iPhone 10 Oh my God! 我们抽到 iPhone 10了，哈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我现在人呢就在 KLIA2， 也就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际机场。然后我今天会来这个机场，是因为要等我朋友他从兰高威回来这一边。所以我今天来这边原本是要来接他的机的。我原本是打算要拍一个 vlog 的。那你知道我在拍摄的过程中，我就发现到了这一个 KLIA 的 shopping mall 里面，它有一个很多 YouTuber 都拍过的十元贩卖机，所以我突然间就有一个概念，想要去玩这个十元贩卖机，因为我看到很多 YouTuber 玩，如果是丢多一点钱去一直抽的话，途中好像会抽到一些比较大奖，这样就好像韩小爱他抽到 PS4 啊，或者是其他 YouTuber 他们都抽到蛮多很厉害的大奖，所以我今天就想要来 try 看这一个机器，我玩的话，我的运气到底好不好，可以抽到什么样的东西，然后我是打算拿1000块马币，对，是1000块马币。喂，看到了，远拿你知道吗？哇，那个边1000块马币，我不懂，我做这东西，这 video 给我妈看到还会不会屌死我啊？总之就是，我打算拿这1000块马币抽完它，不管途中有大奖还是没有大奖都好，我都决定要抽完它，看我会抽到什么样的东西。Let's go。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十元贩卖机了，然后我看到它旁边那边是有很多那种大奖的照片啊，所以我希望这1000块里面可以抽100盒嘛，我希望100盒里面中其中一个大奖，我觉得值得了，这样子就好啊，是不是？至少我不会亏到1000块这样，但是我自己要拿1000块来抽，抽不到东西也是我自己皮痒嘛。你要选什么号码先？它这样多号码？我幸运号码3号。丢！我觉得这一桶你帮我拿着。什么嘞？这应该是那种小孩子玩的那种 Lego 之类的，所以盒子是要放回去的。看吧，这一次7号。喂，正版还是假版的？我觉得是正版的。Apple 耳机，不错嘞，可以用，可以用。25号，iPhone cable 刚我用这个，刚好我 cable 也是坏了。也是 cable。放名片了。也可以换了，你从那个也换掉了，可以换新的了。哇哇！所以这个是要放回去了，等来啊。但是我觉得蛮创意啊，这设计很创意。35。电筒啥？这一个是放牙，这是就这样，我们在那里花上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，钞票一张一张的放入机器里，过来围观的路人都把我们当成白痴来看待，就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白痴。你看这个机器从我们该来满满到现在已经差不多要空了，我真的很犹豫，我到底现在还不应该继续坚持下去。
喂喂喂喂，值得值得值得，外套，喂喂，这个是喂那我。我睡没了，差不多要空了哦，剩几盒吧，整个机器都差不多空了。目前它一号、七号、九号，还有四十五号都被卡着了，然后其他都空了。四十五卡了，四十五啊，四七啊，没有，所以卡了加起来啊，拉小，拉手。喂，滋一下，摘了摘了。我觉得还好啦。全部都卡，因为我们第一个抽到这个，第二个这个，第三个这个，目前都还好，我觉得。兄弟，啊，不要玩啦、啊！不要假假啦！好，我跟你是这样哦，不要玩哦，我讲的。什么来的？不要玩哦。什么来的？小伟。小伟，来，快！小伟，Congratulations! Oh my god! 我们抽到 iPhone 10了！哈哈 ！My god! Impressive! 喂，刚刚最后一盒哎 ！Oh my god! 我在发抖，你知道吗 ？Oh shit! 可以。我在发抖呀 ，iPhone X 哎喂，哎这样，哇，可以，这个可以拿到，这我哇，喂，我活生生就在面前，我觉得这真是命运的安排，因为你看一七九还有四十五都卡着了哦，我没有想到要抽四十七号，因为。我对这个四十七可能没有什么好感什么，但是最后一盒真是最后一盒，你知道吗？讲，所以现在怎么？打电话给他，看得到啊？看得到。其实说你的手在抖，我手整个肌也在抖。万分般的幸运，你看得到啊？看得到啊？抖威，虽然讲我样子上可能没有兴奋啊。真抖呢，我没有在装哦。零一七，不要抖了，不要抖了，不要抖了。Hello， 请问是必备吗？我在你们这边抽到一些大奖，有 iPhone X， 还有其他 Hold In Out Sweater， 还有一个 Night Two High Headset， 五分钟 ，OK。超快，五分钟就到了啊，五分钟。青苔清完了，完全空。还有吗？讲真的，我真的是完全觉得没有希望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，最重要的来了 ！Oh my god！其实不是我的啦，256GB，我手还在抖，虽然讲没有人看到，我手还在抖。很贴心，还会给你一个袋子。
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今天一个很突然的概念，就让我把这一架 iPhone X 带回我家。iPhone X， 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了。我现在的心情，我很难。很难形容，你们不妨可以去 try try 看你们的运气，但是不要像我这样奔啦，拿1000块钱去抽啦。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结束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去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和 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， 以关注我更多的生活动态。所以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啦，原子弹们圣诞节快乐， Merry Christmas。